是投降，是我们就是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。这个广州城市有这么一个很厉害的球队，加油恒大！叫孫文軒，大家叫我軒仔啊，或者阿軒。今年就十八歲。我中意比較多嘅嘢，就比如體育方面咧，就比較廣泛咁樣，譬如籃球啊、足球啊、羽毛球啊之類嗰啲咧，都 OK 嘅。反正同體育沾到邊咧，都識啲啦，唔可以話精。因為我而家就係我又係球迷會嘅鼓手啦，係咪？我會好專注睇住場波啦，咁又會專注睇住指揮啦，專注手裏邊嘅鼓啦、鼓槌啦，我會好集中。將在球場裏面即比較分散的一些座位的聲音將它組合在一起，希望可以出到一個更強勁的一個效果出來。看就之前就有看，但是真真正正開始追隨呢支隊係從2007年開始到而家為止，都一直追隨住呢支足球隊。一步步嚟咯，因為凡事有個過程，就好似廣州隊慢慢咁到一個即係空間提升咯。因為即係始終自己都係廣州人，都會支持翻廣州隊咯，嗰份情都係喺度嘅。过来支持哪个队伍的、啊？恒大。风雨同路。你喜欢他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他。因为热爱，因为他是广州。林翠佳，哇！光靠助跑，一个抽射，搞掂。2-0。即系好多人其实嗰阵时就在球场里边咧，好多人都会唔系好理解究竟我哋喺度做紧啲乜嘢。現場就歌心攞翻嚟嘅時候係比較咩嘅，嗰時候係奪冠之後咧，
佢哋咁誒，你張豬就掟件波衫上嚟，就俾我攞咗，就係呢件咯。尤其是都係簽曬名嘅喎，呢啲都係啊，呢度都好多人簽咗名。其實我呢件係我最中意嘅一件波衫，因為都係我第一件長袖嘅恒大波衫啦。咁你會唔會試下有試過著過咧？我著過佢踢過一場比賽咁樣咯，跟住就覺得係點樣講咧？都係比較覺得著住呢件波衫咧，好似俾廣州隊啲球員上身咁啊，就比較舒服咁樣，同埋市面上面好多人都未見過呢件波衫，就覺得問我呢件波衫點樣嚟㗎，跟住我就好自豪咁樣同佢講係點樣方便咁樣過嚟出現咯。